澳门日报手机应用程式全新升级，即刻嚟下载体验啦！相信唔少人细个嗰阵都系听住港台歌曲长大，但对本地歌曲就唔太了解。澳门一程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希望可以推动本地文化娱乐产业，发掘并且培养本地优秀艺人。公司于6号举行签约仪式，本地艺人梁宏立、台湾艺人李威、内地艺人杜金汉正式加盟，助力澳门娱乐事业发展。今年20岁的梁宏立，中学、大学期间都一直参与兼职模特，亦都有玩乐队，演出经验不少。其实澳门这一行可以遇到的机会真的不多，虽然我们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签约了之后，他就很快就已经带了我去北京，跟着又有帮我拍摄，拍摄团队都非常之专业，跟着又有这样的机会给我可以录一首，算是自己第一次的录一首完整的歌曲，在北京录了一首关于澳门20周年回归的个电影的主题曲，跟着都很有幸地可以王伟伦老师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作品。所有的这些机会都非常难得，这样的话都会令我更加有信心可以在澳门发展一个事业。相信留意开内地娱乐新闻的读者会对杜金汉有所认识，他曾经参演《我不是潘金莲》等电影，相信大家以后都有很多机会可以提到他的演出。来自台湾的李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大家好，澳门的朋友，其实这回加盟澳门的一程娱乐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澳门现在是整个大湾区的一个重点，然后我觉得澳门也是一国两制很好的一个典范，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好的一个尝试。既然加盟了一程娱乐之后呢，肯定是之后会有很多比以前大量的这个在澳门啊甚至香港的这个工作的机会，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想出第一首属于自己的粤语歌。加盟澳门的公司之后，我的广东话应该会突飞猛进的进步。我们就致力开发澳门本地的艺人、影视制作、短剧和综艺的制作的。澳门的娱乐事业呢相对其他的地区是起步比较慢，澳门作为一个大湾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呢，是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娱乐事业的。为了保障本地的艺人，他可以除了自己的梦想之外，有一个可以比较轻松的生活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会的艺人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工资的保障，同埋公司就会跟他们签的合约是非常合理，是令到他们可以在这个娱乐事业是长足的发展。咁多演艺界人士为澳门娱乐事业出一份力，大家请拭目以待啦。